殿下，墨元龙已在府中认罪自裁，墨府也已突进，鲁将军也被我等截杀，并收回帝令阴令。多亏了你，我才直接得到墨元龙谋反的证据，还名正言顺的拿到了阴阳帝令。既然诸位都是来为家父报仇的，烟尘也就不见外了。后日。 便是那昏君登基的大典，那昏君登基祭天之时，便是他的死期，不为天下苍生，而是为了心中的不甘和被你亵渎的我最爱的人。 你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，取晓他的意识。 很快就会被我彻底吞噬，最终受伤的只会是你。